我先来去无用。 爸爸的无路用，我都无法补回，所以回首下这个。刚才你妈跟外婆拢回来啊，阿拉无恁兄弟阿恁母子阿拉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只希望侬无多管，我家己。爸，哪里讲啦？我不来接，交代平安就好。 我们两个人从生是团圆啊，而且吴全胜嘛已经用掠起来啊。啊，你就免烦恼啊。因为到真前，真正是你的吴全胜在结伴哥，我竟然拢无发现着。我若无到三更，我搁家己一个人，走去大陆找你阿哥，我真就无应该。 这话平安来讲啊，因为当时状况有较复杂，爸爸今日想要看你，今日有危险，所以我才无跟你讲。是啊，子玉，你出国嘛好啦，啊那无万一，你有这个代志看到你来，爸爸外婆不是讲烦恼，而且今嘛我已经平安回来啦，就卖个阻止个啦。这段时间。 待会的话，当心口啊！待会不，等我身体较好，跟他麻烦你，坐我去叫小兵念香，我想对面个说多些。姨妈，姨妈，我想妈来看你啊！我一听到你平安回来哦，我赶紧跟我兄弟拢取消。 看到你会当平安回来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哦，你看你呢，规个面小三路吧？啊，我想妈看到就唔甘啦。罗秘书长，其实你们特别来看我啦。无喏，我是你小妈呢，我当然爱来关心你啊。哦，讲到我的吴全胜哦。 我都规巴都会啦，后一过你的面哦，死去人骗哦，所有人拢骗骗了了，啊连我这小妈竟然嘛去互骗去，我真正感觉我无法在面头见着恁。其实话嘛袂安尼讲啦，因为恁嘛是好意，想要甲咱斗相共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你当初是哪摆老实甲我讲啦？哦，小勇哥。 我不希望讲咱两个之间有啥物秘密。不是，因为代志嘛不遐尔简单啦。你也知影，有时阵哦，一寡代志你知影伤济啊，反倒害你受伤咧。你是烦恼我安慰哦，小峰哥，你会安尼听我说，我真就欢喜的。 好了，老大，你袂用讲袂使对无？那呢，你讲看麦啊，我有水不？啊？哦，这水耶！
册啦，因为我是小木偶，所以我袂用讲善业谎，是的。好啊，那你搁讲看卖啊？你有爱我？我当然爱你啊！你爱我？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讨厌，不像了。还是公主，你陪我走过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所以我一定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来，我无想要浪费时间啦，我即马退去。黄哥，这红膏药我呢，根本就个气的。咱是不是因为城隍来背有菊花，阿个红酒，还有我表绵绵的公主裙？我爱，我今晚得呗。啊！你要不？是啊，我是说我想要你带来的。Love you， 靓仔。我做什么光景叠加？你看呐，别哭。啊，这风景我睡，靓仔我期待已久。我来想你哦。陪我，你给我出话的，我要你喂我。嗯，电脑啥问题？鲜鲜鸭翅让我握着。闻一口，闻的哟。罗秘书长，啊，是安尼讲话，奈常常讲到一半，就汹汹停起来，啊，搁停足久的。你拄则是想着啥哦？搁汹汹嗷有一个。无啦，无啥啦。汹汹哥，我希望吼，以后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你直接甲我讲就好啊，卖搁问我啦。以后你卖搁骗我好不？要准备物件，你弄啥啦？哦，有啦有。
即马为着你安全设想啊，我是咧想啊，你妈妈出嫁进前啊，你也是同款待在阮厝好啦。啊，若无，万一迄吴全胜去找你麻烦，安怎办啊？真正这多谢恁的好意，不过讲起来，我即马已经是度假的人啊，我本来好意思，搁继续叫了恁。今麦咱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吴全胜，虽然讲伊今麦已经被我关起来了，但过在伊还未去用正式判刑进行，咱所有人都未当想过待，所以除非也是甲阮这位大安尼比较狠。我本来还准备去恭喜你顺利拍到吴全胜啊，但不过我看现在不用转让走一转，多谢你啊。啊，我看你两个有什么事啊，回去现在来跟我请坐。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啦，应该阮特别甲你讲。有一个我甲罗秘书长啊，也咧做这件代志，我嘛是认为应该公开说明，把代志讲清楚。所以罗秘书长也甲咱斗相共。是啦，你做你放心，你替我来联络。我甲恁保证，明仔载头版头条绝对是恁，一定予恁的声音哦，把这谣言拢压掉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亚洲集团临时记者会。我相信大家最近一定有听到，亚洲集团也不错的风波。但不过这谣言无经过本集团的证明，未开发考验，所以阮无得做定期。阮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给大家报告亚洲集团未来计划，证明亚洲集团运作一切正常，甲过去无无两款所在。多谢。首先，我们要推出的是暑期的热力之美活动。我们明仔载开始为亚洲饭店对家 Kiss 集团合作。只要是礼拜天贵宾，都会当享受到 Kiss 集团上专业的医美服务。我们呢会当量身打造的美容疗程，都会当配合食补，要跟我瘦身计划，让贵宾会当照家己的需要，去得到一个美丽又健康的家己。而且，我的美容疗程也够营养计划，都会当照无同款年龄层去设计。不管是女性、男性、老人，也是囡仔，都有无同款的方案。阮保证会当有所有贵宾，都会当享受到一个上尊贵的服务。参照这个服务，通常拢是在5000级的大饭店，或者是总统套房才享受会到的。现在只要带入来亚洲饭店，咱就应该享受到这款特别的待遇，所以对消费者来讲，应该讲是物超所值。这是不是亚洲集团出现民众要求退订的压力，所以才会无少成本要来捞掉了？不过亚洲集团一给我租金的压力，像是外口讲的，好掏空啊。啊，若是这表面上是提升服务，实际上是阿哥介绍的割喉战术，也是对亚洲集团的资金雪上加霜。多谢你的问题，阿姆哥，这不是压低价格的割喉战，这是为了亚洲集团原本就有优势，要回馈客户。当然，这把是庆祝我平安回来啊。亚洲集团租金运用完全没问题。本有真稳定的资源机制，真靠谱盟友，不满进行国际异业结盟。各位，没有解决团斗，不是这样简单的代志。就算有人欧解康，得到一条好处，按过就安呢，没有一条好水归打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各位，卖个问题，是我这么简单。各位，我想想现场所有记者朋友应该拢真清楚，阮阿周集团不是仅仅只有阿周饭店尔，阿周饭店只是其中一个对外运作、口碑也真好的招牌。阮阿哥有真侪其他事业体，做伙甲阿周集团经营的。这边，阮会针对饭店的活动来做回馈，上需要是要感谢大家，阿哥有提升阮集团的形象，阿哥有。我想要借着这边的暑期活动，让饭店更加进步，也让人客体验到更加好的大房经验。各位，请您想看卖，这不是双赢的局面吗？各位，另外我说明一下，亚洲集团啊，除了因原本的事业体已经受运作以外，边仔还有海顿集团在支持，不管是资金的运作。调度还是周转，绝对拢无问题。所以现在外口一挂谣传，我相信时间也到，自然就会澄清了。忘掉，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请恁千万唔通听信外口无影无实的谣言。亚洲集团，伊是一个非常有体制的集团，而且伊嘛办过一个有意义的活动。即摆阁有遮尔济利多的消息，请大家多多报道，多谢大家。别忙，来，麻烦各位媒体记者，请大家多多报道安全集团的好处，多谢大家。应用遮个话无个？就是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阁想要利用海顿集团来做演习玩，想袂到这么紧，就因化解危机，要拍倒亚洲集团，看起来应用白手段在用。你开始是真有一套呢，两三个都甲桥边拢吃掉呀，何以几下想要欧巴过来计价，变作拢来替咱亚洲集团做算盘？是啊，看到哥这么有计划，要挽救咱这间靠股权生不高、基本难的公司，我就感觉真有斗志呢。啊，不过这只头一关啊，所来咱拄着搁我一挑战，所以咱一定要稳扎稳打。这你做你放心嘛，小妈一定挺你个底。罗秘书长，爸，多谢你的收听。你唔通安尼讲啊！之前我唔知道你去用调包，啊，甲迄只好阿鸡安尼斗三工，今嘛吼，我一定要将功赎罪，安尼唔则袂对袂起小熊哥。啊，大姐。啊，罗秘书长，那个东西啊。我怕瑞丰也有危险，所以我不敢有许多人知道这件事情。但我也不是外人啊，对吧？稍来哦，咱一定要分工合作啦。微博，你要专心负责亚洲饭店行销，包括餐厅的品质。咱一定要抢在时间来，跟亚洲饭店交白，重新签约。我们得。至于，你对 case 也不客气。要继续跟苏慧联络，你一定要确定 ，Kiss 的医美服务还有三 P 有一定的水准。现在我是主公司，还是亚洲集团本体业务，都有放大解释，但一定不要让误会讲。嗯，我会好好拍拼。阿来说呢，需要资金还是需要六到三天，咱就要靠林秘书长还有爸做人靠山。不过瑞丰，我是感觉沈曼娟一边嘛，你也是要提高境界，多加注意些。爸，我知道了，平哥在驾驶，我对曼娟没关东西吗？